讲到目镜，你会先想到啥物？你敢知影其实穿目镜伫以前非常的流行？那这个产业你有了解偌济咧？你有穿过目镜吗？有。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。没有。那你有印象中你觉得目镜是什么样的人在穿的？日本人，那种大哥在穿的吧？你说阿尼基的那一种？对，那阿尼基的。有钱的人吗？是武士吗？不是。你觉得制作一双木屐要多久？制作一双木屐至少一个月吧。一到两个月吗？一个月吧。一个月吗？连你甲我拢唔知影的目镜产业，你想要知影这题目答案是啥？大家好，我是 Local 少年官。Local 敲敲门，要来行台湾找专家，甲大家做伙用台语来看地方、做台客，紧对着我的脚步来去台南咯。阮家卖水果，阿嬷下捧果，捧果下无好，空气是猪母，猪母无爱食，阿吉仔穿目镜，目镜卡卡卡。咱来走小了，俺国家必须吹，念了搁会文化吹哦。Local 讲俗语，穿目镜好趁食，金银财宝满大厅。伫传统的嫁娶内底，其实无人咧送的，但是阮台南人疼查囝是疼命命，伫咧嫁妆内底会加穿目镜。就是希望伊去到人家会好命，会过好日。伫咧日本时代哦，吼，日本政府有规定，即得爱有身份地位的人，才会当穿即个银的目镜。所以台南人嫁查囝嫁目镜，就是要去人家会好命，会好日。老师，听你拄只安尼讲，目镜敢那是一个真厉害物件呢，但是即马够人咧做。当年嘛有，就是较早的保美楼，即卖的西门圆环边，还阁有人在做呢。行，我带你来。阿官阿官来，你看，这就是老师要带你来的所在。哦，有足侪目镜的，阁无同款的彩度是水。老师你看，阁有这种宽大的造型，水高高大吼。是讲阿官呢，啊你敢知影这目镜的历史？唔知吼，若要认真讲吼，这目镜的历史吼，爱对开台圣王、郑成功、谭嗣同，迄个差不多要到400吨的卡刀开始，唔是大家拢是印象当中的日本人的时代吼，就是日本时代，大家穿这男子汉目镜的这个过程哦。目镜上早出现伫中国春秋战国时代，伫东朝的时阵，日本人将这个产物扎登去。在台湾的目镜上早是开始在西隆来台的时阵，早在沿海一带的产物，一直到日治时期才开始流行。大概就是50年代，那一直大概到60年代，那一高一低，这个台式木屐就是那个时候的蓝白拖了。因为那时候塑胶泡棉还没有很大量出来，大家下班回家换个拖鞋就是换这两双。那个年代。一样烤木屐，就是会抛木屐的，大概40-50家。那当我们家一天就是1-2千双、2-3千双这样。木屐分做日式甲慢式，日式的是定制木屐，伫日治时期政府规定有身份地位的人才会当穿。慢式木屐是以穿方便为主，早期下面阁是用剪草编织的，但这个曾经流行的产物，煞伫光复了后被下令禁止穿出门。后来70年代塑胶产业兴起。目镜产业也渐渐没落，一直到塑化剂事件发生，引起大家对塑胶影响健康的疑虑，所以用天然材料做的目镜才再度翻新。民国100年，台南市政府找了4家百年老店，好，那我们这家店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蒋文成老师，他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要离开塑胶是不太可能的，但是让你的生活中间。多了一些天然的素材，譬如像皮革啊、陶土啊、竹子、木材这种东西，让你的生活中多接触天然的素材。所以我这个产业叫低塑产业。然后最后林总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板你放心，所有的流行到达巅峰，
它一定会回归传统，这是必然的定律了，必然的趋势。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，也蛮安下心了。随着时代改变，目镜为以早简单的款式，也变得更加多元，吸引了无同款的人客。管的，你敢是咧晓伊讲，即卖少年家水姑娘啊，敢有人要穿目镜吼？其实吼，即卖的即个目镜的创新设计吼，会当随人客意爱来设计哦。看是要油桐花，或者是萨克拉，拢会随人客意爱去刻制化。哦，随人客意爱去设计。安尼会在做家己的目镜？是啊，安怎？敢有想要做一双？想要来做一双。安尼，带你来去找师爷。师傅，你今摆你做的这个目镜，已经够工吗？我来讲了，你就惊一跳。我现在拿的是叫斜台，啊。今天如果是一棵树，有树皮的树，来到我工厂，我从第一段长切割开始。做阴干动作都要看到它，看气候状态，大概四个月到四个月半。四个月，这个叫你顾吗？我全部安尼做完，好。所以做这个目镜真正真够工，安尼我要来体验，就爱麻烦师傅下来教我要安怎做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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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没有想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我想说你刚刚很快。是不是真好看？我的目镜完成啊！哦，阮即马就穿着目镜，带大家来去西湖城。这是少年官人生中第一双目镜，感觉真趣味，因为插头底是硬，穿起来自然会甲身躯徛直，也无想象中无舒适的感觉。而且搁学到真侪物件，了解目镜历史，也体验到传统的文化。安尼今仔日的 local 讲俗语，穿目镜好趁食，今日财宝满大厅，大家讲会晓啊！我是 local 小林官，后时继续带恁用台语看电影、做台客。local 敲敲门，再会。你若是喜欢这个节目，记得订阅 Light Today 官方账号，以及锁定台湾生活新闻的网站，每礼拜带你看上在地 local 故事哦。